青山露水去无声，烟波一照知何须，疲倦梁山相对明。乔老爷，你从早晨唱到现在不累吗？不累，吟诗作赋乃人生一大乐事也。哎，船家，你听哪里传来的古乐之声啊？啊，这儿古籍名胜，天下闻名。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，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进香来了。哦，哎，乔老爷，别动，有话坐着讲。哦。船家，靠岸，快快靠岸！怎么，你也要朝山拜佛呀？哪里，我乔西要游山玩景啊！哎，快别动！啊，乔老爷，你先坐下，我把船拐过去才好靠岸了。乔老爷到了，就在这儿靠岸吧。哎，乔老爷，乔老爷，乔老爷，你认识路吗？我啊，你知道怎么走啊？不知道啊。走这边，一直朝西，别走岔了路。哦，一直朝西。哎，对了，你看那儿有个牌坊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。嗯。啊，在哪儿啊？哎，喏，你看，那不在那儿？看见了没有？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见着牌坊，往右边斜着走。哦，往右边。哎，对了，一直朝西莫走岔，见着牌坊往右斜。知道了。哎，船就弯在这儿了。啊，记住，石板桥边一柳树，扁舟一叶是你家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记住了。哎，说一遍。哦，一直朝西莫走岔，见到牌坊往右斜，石板桥边一柳树，扁舟一叶是我家。哎，千万可别忘了。哎，一直朝西莫走岔，见到牌坊往右斜，右斜。烧香为婆娘。哎，菩萨也真是太忙，要管人间的生老病死，还要管人间的儿女婆娘。
我们等了好半天了，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进去啊？耐心的等着吧。真不讲理，我们先来的不让进去，后来的倒让先进去。人家是天官的小姐呀。天官小姐，一炷香，愿全家安泰。二炷香，愿母亲身体康宁。三炷香，愿小姐选得一位如意郎君。今天天官小姐在这儿进香，蓝府公子没有来。来了又怎样？那就会啊，闹得马仰人翻，还能有我们待在这儿啊？我可要进去，失陪了。请你们大家再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再进去。等一等，等一等啊。哎，等一等再进去。父亲倒好。哦，老夫人今天怎么没有发驾？母亲身体欠安。哦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哎，还要请小姐发发慈悲，结结善缘。秋菊，代笔。是。蓝秀英，捐香油文银100两。阿弥陀佛，难道菩萨也嫌贫爱富吗？佛门广大，菩萨是不分富贵贫贱。对，天下啊，只有人才会嫌贫爱富呢。对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姐，天官小姐可以进香，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进香了吗？是啊。老师傅，这可不好啊，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？老僧是怕人多嘈杂。快让他们进来吧。阿弥陀佛。那么小姐请到花园走走吧，那边清静。老僧失陪了。怎么不让我进去呢？开吧。快快让我进去。相公请。这就是。好多好多的奇花异草，我都叫不出名字。小姐，这是什么花？怎么，这个都认不得了？这叫杜鹃。哦，这就是杜鹃。这是荷包牡丹。哎，小姐，你看这是什么花？这个我也说不上了。这叫死不了。死不了？是啊，死不了。不信你们把花朵连根掐下，只要插进土里，它又能活得很好。到这儿来的。哦，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地，慕名来游啊。我问你是怎么到这花园里来的。是两条腿走来的。哎，谁问你这个？我们家小姐在这里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，
你怎么闯进来了？小姐，哦，学生貌美，学生貌美。今天算是你的运气好，碰到我们家小姐，要是碰到公子啊，早就把你的腿打断喽。嗯，哼，你这么说，我偏偏要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，就是不怕豪门权贵。哟，真瞧不出你呀。我乔老爷就是这个脾气。哎，好大口气。我看你呀，又丑又穷。像条狗熊。不要胡说。哎，这不像话呀。你这个丫头，你没有听说人穷志不穷，好气贯长虹，面丑心不丑，信义顶千秋。哎呀，这个花言倒是与众不同，怎么现在梅子就结了果呢？哦，在哪里啊？没有梅子，那哪来这股酸味呢？啊，哎，你这个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了。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多福热，名士自酸寒吗？哟，还出口成章呢。看样子像是读过几天书的。我来考考你。哦，怎么，你要考我？嗯，好吧，请出题。啊，还要出题呀？嗯，要出题。哎，蝴蝶。偶自高人梦，飞来宰相家，何劳相捕捉，不敢恋繁华。小姐，他做的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好是好，不过我不懂。怎么，不懂怎能做考官？哎，你不要瞧不起我，我还要考你一下呢。哦，哎，你给我做首诗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秋菊。哦，秋菊。嗯，秋菊。哦，秋菊有佳色，冬里无俗姿，西风容易起，珍重傲霜枝。哎，那么你再给我们家小姐做一首。这个小姐天人，我不敢冒昧。你不敢给小姐做？不敢。那么我来给你做一首。哦，你也会作诗？哎，你听着。哦，嗯，看你丑得像苦瓜，肚里哪有好才华？秋菊，这就更不像话了呀！傻丫头，你不能以貌取人呢。常言道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我看这位书生啊，说话举止皆非庸碌之辈。秋菊，我们回去吧。
小姐。公子带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？这个。说吧。禀小姐，公子带着家丁抢人去了。抢人？因为皇家小姐不肯和公子接亲，皇家老人带着小姐远走他乡，公子就带着人去追了，要把皇家小姐给抢回来。老夫人知道吗？小的不敢禀告老夫人。走，去见老夫人。小姐，公子要是真把皇家小姐抢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哥哥真是胡作非为，带皇室母女快些离开此地。王爷，你把这盒酥饼给小姐，她一直没有吃过东西呢。是。停一停，停一停。小姐，老夫人给您吃的。我不想吃。匆匆忙忙走了一天了，什么东西都没吃，拿着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扁舟一夜不见了，船开走了，难道柳树也开走了吗？请问你可曾见到我的船？我没看到你的船呢。那么你可曾见到一位老船家？哎，我也没看到你的船家。你真的没看见呐？真没看见。哎，相公，你别跟我纠缠了，好不好？我还要赶路呢。你怎么这么急呢？哎，是这个。哎呀，你看我的两顶轿子已经走远了，你到那边再去问问，好吧？啊，船家，船家，船，啊，找到了！哎呀，叫我好找啊。得罪得罪得罪。哎呀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不得了，快快扶起。
受伤了没有？不用扶，不用扶，我自己会起来的。这是哪来的个杂种？你好大胆，竟敢挡住我的马头！老爷走得好好的，是你把我撞倒的呀？是你把我的马撞倒了？是你撞了我？你撞了我的马？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？你撞倒了我的马！喂喂喂，赶快磕个头赔个礼，饶你不死！哎，对呀，你给我磕个头赔个礼，我就恕你无罪。恕我无罪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是个神马东西，你又是个神马东西，嘿嘿，你真是瞎了狗眼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堂堂天官府的公子兰姆斯，管你什么兰布斯罗布斯的，你不给我磕头赔礼就完不了事。呵，来呀，是，给我打，打完了绑了送官，谁敢打我乔老爷？公子，我们有大事在身，哪有功夫跟他纠缠呢？我们赶路要紧，饶了他吧。好，饶了他，上吧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走，见官去。走，你真不知道好歹，老子今天有事，饶你这条狗命多活一夜，那不行，一定要见官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子今天有要紧的事，算你赢了。好吧，走。你不要逃，老爷要和你见官去，你不要逃。船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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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店妈妈，这是我们家老夫人，小姐，可有上房啊？有啊，有，请进去吧。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干什么呀？公子，我们先在这儿住一宿，明天再走吧。为什么呢？这黄介义是个大站，来往客商都要在这儿投宿的，说不定黄家小姐也宿在这儿呢。嗯，那你就快点去找，找到了马上给我抢来。哎，公子不要着急，我们先住下，带小的去打听。好，那你快点找店。是。母亲，我怕得很。明明出了这个地界，就平安无事了啊。夫人小姐，请用饭吧。母亲，我不想吃。酥饼都吃了？没有，我还把酥饼放在轿子里，忘了拿出来了。啊，那么就留着明天在路上吃吧。夫人小姐，趁热吃吧，不伺候您了啊。啊，店妈妈，你不要再放别的客人进来了。啊，房间我加倍给你啊，半夜我们就要启程了。知道了，多谢老夫人。开门。来了来了，是哪个挨刀的敲门敲得这么凶？哎呀，原来是大管家的。我家公子来了，快把店房打扫干净，我们要住在这儿。是什么风把公子也吹来了？少啰嗦，快去打扫。哎呀，今天真是不巧，小店已经都住满了客了。住满了啊？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来。我这哪成啊，人家都是女流之辈。哦，是女的，几个人？一位夫人，一位小姐，还有一个老管家的。姓黄是不是？哦，您认识啊？这就好了，他们半夜就要启程的。你看，这轿子就是他们的。怎么样，公子？这家店不干净，我们到前面去住吧。
阿弥陀佛，托货求财，要是让这些瘟神进来，一个钱不给，还要闹得马仰人翻。请公子见面。公子，请吧，都给您打扫干净了。齐慧，是，快点吃了，马上就去打听皇家小姐的下落。公子，嗯，我们跑了一天了，这人困马乏的。少废话，只要打听到了皇家小姐的下落，公子我有赏。快吃，吃了马上就去。公子，不要着急呀。那皇家小姐已经在我们手掌之中了。在哪儿啊？就在对面悦来站里。哎，你这个狗才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那还不赶快给我抢啊！公子，这黄介义来往客商很多，我们要动手一抢，这闹出事来，对老爷的官声可不好啊。那你小的看，啊，恭喜恭喜！我要住店，我是又饥又累啊，赶快给我烫一壶酒，拿点好菜。哎，相公，我们这店你不能住啊。为什么？今晚有个贵人住在这里，吩咐不准接待外客。他不准住，我偏要住。哎，相公，不要惹他，他这个人有才有势，惹了他，轻则挨打，重则丧命。相公，您还是到别处去住吧。我不怕他。哎呀，你不怕他，我们可怕呀。要是我让你住下了，明天我们这个店就要开不成了。您行行好事吧。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住，免得叫你为难。哎，多谢多谢相公。店家，开门呐。来了来了，平时没生意，就像钟馗开店，鬼都不上门。今天生意好了，又像金山寺的潮水涌上门来了。啊，恭喜恭喜！我今晚要在你店里住一夜。哎，别忙别忙，哎，快点，我是又饿又累，让我进去吧。不行不行啊！哎，开店里要和气，和气生财嘛。和气？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老爷。嗯。啊，是读书人，那你的琴剑书香呢？在船上。船呢？找不到了，要不我也不住店了。住店？读书人你就该明理呀。这怎么讲？我问你，吃饭给饭钱，住店给店钱，你就拿来吧。哎，当然要给。此刻没有，我的钱都在船上。那你就请到别家去住吧。哎，真是势利小人。对呀，那么我们就照计而行，派人去守着，可千万不能让皇家小姐逃跑了。公子请放心，包在小的身上。给我来。守在这里，不许睡着啊。相公请进来。
我们这儿的酒菜米饭都是上好的呀。来，请问您，我身上没有带钱呢。相公，您这是跟小的开玩笑了。不，来来来，请问您，请吧，请问您。我的确是身无分文呐。笑话笑话，您相公身上会没有几分银子？我真的没有带钱呐。真的是啊。哦，你先赊我一餐，明天我一定付清。那小店概不赊欠，除非你有什么东西做抵押。我哪有东西做抵押呢？哎，这不是您的头巾做抵押就行了。岂有此理，真是侮辱斯文。嗯，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，三番两次把我赶出门，岂有此理。唉，天知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困乏其身。从前孔夫子尚且在陈绝粮，何况我乔西。真是有福不知享，这觉中不去睡。唉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乔老爷何不就在这觉中委屈一夜呢？有道是君子随遇而安，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矣。小姐，别忙上轿。公子啊，那皇家小姐已经坐在轿子里去了。
怎么了？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黄姨说要我们等会儿再走。哦，还没有抬走。是哪顶啊？就是靠门口那顶。就是前面那顶吗？是，快！大家轻点儿，千万不要惊动了黄家小姐啊！母亲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兰慕斯把我们的轿子给抢走了。啊，母亲，这怎么办？黄爷，快快快，再固定轿子了。夫人，要是兰慕斯发现轿子里边没我们家小姐，他们必然还要追踪而来啊。他们起码比我们坐轿子走得快。我们要走水路，不能再坐轿子了。叫他们把轿子放下。公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看看黄家小姐。这怎么能看呢？千万不能看呢。为什么？黄家小姐还以为是坐在自己家人抬的轿子里呢。您要是惊动了她，她大哭大叫起来可就麻烦了。对。公子、我看我们还得下马步行呢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黄家小姐要是听到有马蹄声，发觉是您在后面跟着，她又是个烈性女子，一横心往轿子外面一跳，那我们岂不是枉费心机白抢了吗？对，你说的有理。下马，你们牵着马远远地跟在后面走。公子，快把衣裳脱下来烤一烤，小心着了凉。啊，不行啊！怎么？不行！来，不要紧，来呀！
对了，轿子搬了家了。公子，这皇家小姐已经抬来了，万无一失。等雨停了，我们就回府。我们忙了一夜，到现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她呢。你不要去啊！我去看看。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把皇家小姐抢来了，我看都还没看，这叫我心里多难受。公子，那皇家小姐是名门闺秀，您是堂堂公子出身，是少爷，这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啊？嗨，轿子已经抬来了，人也抢来了，还管他什么体统啊？哎，像我们这种人家总得讲究个礼节。依小的看，等抬回府里，请上了大媒，名正言顺，将来即使皇家老夫人也无话可说了，您又何必急才一时呢？来来来，躺一会儿，养养神。原来是正室欺人，黑夜抢亲，可偏偏把我乔老爷抬来了。盗贼府见我不是皇家小姐，这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是非之地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走。一走，那畜生发觉轿中无人，一定要回去追赶。此时天色未明，皇家小姐一定尚未启程，岂不仍要遭殃？走不得。哎，要是把我抬到府中，和我拜堂成亲，岂不成了笑话了？我乔老爷是男子汉，拜堂就拜堂，又能把我怎样？能见危不救吗？对，我乔老爷一定要打这个抱不平，我一定要管这个闲事。不好了，皇家小姐逃跑了！皇家小姐逃跑了，新会啊！皇家小姐逃跑了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些个狗才，怎么连一个人都给我守不住呢？啊？怎么会跑了呢？我刚才进去摸了一下，轿子里怎么没人了呢？公子，许是您慌里慌张，没有摸着。哎呀，你这个狗才，不信，你去看。说是在里边，您就不信？现在您放心了吧？来，我们再去休息会儿，再去休息会儿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
只要我乔老爷吃饱了肚子，那我什么都不在乎不行啊，黑夜拜堂，家破人亡。再说，一无媒，二无证，连个客人都没有，怎么能拜堂呢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这是人生大事，得挑个良辰吉时。还要挑时辰呢？否则时辰不对，不是新娘死，就是死新郎。哎，真麻烦。那么就赶快掌灯，让我先看看新娘子吧。掌灯。坏了，老夫人知道了。公子别着急呀。不行啊，完了。老夫人管教再严，也只有您这么一个儿子。有道是虎毒不食子。对，这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以小的看，公子就去对老夫人严明，就这么说。小姐，您在这儿稍坐一会儿，我气气就来。怎么这洞房倒布置得如此清雅呢？既然进了洞房，我就索性等他拜堂。到了礼堂之上，我再把那畜生仗势欺人、黑夜抢亲的恶行当众宣扬。孩儿该死，请母亲恕罪。真是荒唐。母亲，孩儿如今已经把黄家小姐接来了，我们再给她来个明媒正娶，那也不算是欺负他们。只要母亲答应孩儿跟黄家小姐成了亲，孩儿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。母亲，秀英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去向黄家小姐说，我们可以明媒正娶，这也不算亏待她。劝他就嫁给你哥哥吧。多谢母亲。母亲，我明白，你好好劝劝他啊。人已经在我家住了一夜了，就是送他回去，外人知道了也是坏了他的名节。母亲，去吧，就这么定了，以后万事由我做主。
夫人，老夫人答应了，有赏啊，给我多发几天。是。大宴宾客。是。张灯结彩，我要拜堂成亲了。是。恭喜公子。啊，这枕上如何有脂粉香气？洞房嘛，怎么只有一只枕头？裙子。荒唐，我怎么闯进人家小姐的闺房之中？哎，有道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我是圣贤之徒，明理之人呢，怎么能待在此处？走，快走。皇家小姐，委屈你了，你的事情我已经全知道了，你先接了头盖歇息一下，我们姐妹谈谈好吗？为什么？哎，皇家小姐，拿了吧。嗯，别动。怎么，她的声音那么粗？是啊，哭哑的。哦，我去给你倒杯茶喝。你饿了吧？秋菊，去吩咐厨子做点心来。是。现在屋里没有旁人，你就把头盖揭了吧。你累了，到床上去歇息一下。皇家小姐，这都是我哥哥不好，请你不要怪我。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呢？嗯，有什么委屈对我说吧。别躲我呀，说吧。啊，哎呀，当心。哎，皇家小姐，你有什么话还不能跟我说吗？你说呀。哎，你叫我说什么呀？啊，你来人呐，秋菊。小姐，你叫不得。哼，你这个胆大狂徒，竟敢男扮女装混进我的闺房，你该当何罪？哎呀，小姐，不是这么回事啊，你听我说呀。慢着，好像见过你。是啊，我们在金湖山庙中见过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谁知你竟是个无耻小人。哎呀，小姐，这真是冤枉了我乔西呀。我一点也不冤枉，是正人君子，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？是正人君子，你为什么闯进我的闺房？你说。小姐，这都是你哥哥干的好事，你听我说呀。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好好好。公子，你怎么不去睡一会儿？嗨，哪睡得着啊，我去看看皇家小姐去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哎，你怎么摆在这儿了？不会捏造，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。相公舍己救人，真是君子。事到如今，倒要请小姐救我。妹妹，不好，你哥哥来了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开门呐！妹妹，开门呐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有事啊。我睡了。啊，睡了。好，那就算了吧，再说吧。
什么？我来看看你的新嫂嫂了。没有拜过堂，不能看。为什么不能看呢？她是来跟我成亲的，又不是跟你成亲的喽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好妹妹，你就让我看她一眼吧。不能看。我偏要看。看看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呀？我有什么不讲道理呢？哥哥，哎呀，秋菊，快去禀告老夫人，就说公子不守家规，闯入我的房中胡闹。是。哎，你别去，别去，别去！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哎，真是。秋菊，你在门口守着，不许人进来。是。秋菊有佳色，东篱无俗姿，西风容易起。哎呀，这是我做的诗啊。得罪小姐。哦，小姐的字真是簪花妙歌，学生艳福。令兄走了。走了。刚才为了我倒叫小姐为难了。哪里，相公是舍己救人，我应当相助。多谢小姐好意。相公可是本地人士？学生是下口人。相公高堂呢？二老早已去世了。家中还有何人？哎，孑然一身。小姐，我冒创小姐闺房过了一夜，传扬出去有碍小姐名声，学生就此告辞。慢着，你不能走，现在外面到处是家丁把守，要是被他们看见，你定会遭到一顿毒打。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还是得走，为了小姐的名节，什么我都愿一身承担，小姐不必再担心了。你不要走。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相公请稍坐，我去去就来。师兄请。哦，哎，几位几位。哦，仁兄，好久不见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老伯，哎，谢谢您，谢谢谢谢。请请请请。这是从何说起？从何说起？母亲，病体刚好，不要过于生气。把你哥哥叫来，我要用家法惩治他。哎，事到如今，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啊。可里面关着个男人，外面是宾客满堂，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，天官府的体面何在？我往后还怎么做人？母亲，你只想到自己往后无法做人，你怎么不想想女儿往后又如何做人呢？啊，母亲，女儿一生的名节。
老婆。哎呀，师兄，你这门亲事是几时定的？怎么你我通家之好，从未听说？哎，这是向家亲，是我家公子小时候指腹为婚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指腹为婚的。好，这么一件大喜事，为何办得如此仓促？因为我家老夫人生病，昨天小姐到庙中进香，菩萨发了一支签，说是要用大喜来冲，老夫人的病才会好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原来是菩萨定的日子。想必新娘一定是才貌双全呐。那还用说吗？可真让你给猜着了。他可真是樱桃小口，杨柳腰肢，性情温柔，人才出众，这才是郎才女貌，美满姻缘呢。公子，吉时已到啊、哦！诸位失陪，失陪，失陪。吉时已到，奏乐。你在跟谁拜堂？母亲，这孩儿是跟皇家小姐拜堂啊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他到底是谁？母亲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云新郎，是你？是我，大舅老爷，又见面了。你就是撞我马头的那个书呆子？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。你胆敢闯进我的天官府？不是我闯进来的，是你用四人大轿把我抬进来的。来人呐，把他捆起来给我送官。畜生，不得无礼。诸位亲友，今天老身为小女招罪，请诸位喝杯喜酒。怎么，两个新郎啊？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都是你办的好事。坐月神礼。是。老弟啊，以后你可再不要这样了，你可没有第二个妹妹喽。